陌生的吗？从这一看起来就白了。他们都会在好了，谢谢。你戴上眼镜看看，看一看啊，挺精神的。好了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走吧。我们现在去吃晚饭，不知道去哪里吃。万景台。剪的好看吗？挺好看，我刚才夸了。我不在房间，那么在大厅两个地方。在大厅或者在房间。你干嘛呢？刚才问了一下，这边晚上到12点可以吃烧烤。而且这环境多好，可以吃烧烤。那是公斤牛肉吗？不过还是就。不能用朝币，还是用人民币，或者美金。它属于酒店的，属于酒店的，很香，味道很香。说一公斤牛肉100人民币。所以这里就是给外宾啊，对，给外宾，还是就是那种他们钱就是这样，就是相当于100朝币等于1美金，但是你不能用朝币，只能用美金或者人民币。好的。